小朋友，姐姐，我不是小朋友，你记住我的名字，我叫石井，石井。姐姐，昨天晚上，大家你请。哎，哇，看来姐姐是彻底把这事忘。默默。赶紧重新找。哦，姐姐在找模特。我可以。别东西落我那了，我来看看姐姐。你故意的。爸，姐姐有我呢。至于女模特，我觉得姐姐自己上就行了。听说姐姐的设计主题是 CP， 我觉得我跟姐姐。觉得很行，沈总监，我们要去拍摄，请你让让。请你让一让，我们要去拍摄。这个，我觉得特别适合姐姐。支付宝是套装，这位帅哥，你也太会选了吧？当然了，这可是我专门为姐姐挑选的，真爱心意。姐姐，喜欢吗？